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星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暨南石油大学体育学院的张超豪。那我们张同学呢，同时也是校橄榄球队的队长，今天呢将由他一起带领大家探寻暨南石油大学的各大体育场馆，感受一下校园里的运动激情。当你结束了一天的学习，是否想要一次酣畅淋漓的跑步呢？或是一场激情碰撞的比赛，活力洋溢的球队青年们奔跑跳跃，以他们矫健的身姿展示着对运动的热爱，在绿茵球场上感受速度与力量，尽情地挥洒激情与汗水。那我们知道呢，橄榄球是一项两队互相碰撞剧烈而富有观赏性的运动啊。张同学，我们想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比赛的规则以及我们观赏的亮点。那么我们橄榄球运动是一项身体碰撞接触非常激烈的运动，同时呢它也是一项非常绅士文明的运动。比如说我们不能与对方球员的脖子以上部位进行身体接触，或者说我们不能无故的冲撞对方无球人员。橄榄球的一大亮点，首先呢就是我们身体接触的激烈碰撞，第二点就是我们球员之间的传接球配合，战术配合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场精彩纷呈的橄榄球比赛吧。室内空间宽敞明亮，我们来到了广受师生喜爱的网羽中心。网球运动能够提高你的速度、力量、耐力、柔韧性等各项身体素质指标，放松身心，沉浸在每一次的挥拍当中。学校师生们还可以在手机 APP 上轻松预约场地，挥动球拍轻盈跳跃，在学习之余约上小伙伴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吧。运动让生命鲜活，体育让灵魂跃动，在力与美的碰撞中实现身与心的全面发展。除了各类体育场馆，学校还有健身跑道、梦溪步道，沿梦溪湖水系形成完整环线，主道总长约2400米，满足了本科生4年完成600公里健身跑的需要。除了梦溪步道，我们学校还有室内健身房，你准备好跟着我一起运动流汗了吗？健身区域独立划分，器材种类多样，在这里偶遇健身达人可是常事儿哦。用运动展现青春风采，用汗水彰显不懈奋斗。那今天的运动十大探寻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在暨南石油大学等你来。